和很现代性的传承。我们这个侗族大哥的组合，我得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非遗项目的传承人，您做个自我介绍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来自贵州省黎平县永春乡九龙村，我是侗族大哥传承人吴品仙，今年70岁。各位导师听完了这个侗族大哥，什么样的感受？先听范老师的，范老师唱歌好，他总去歌厅。范老师唱歌好，他总去歌厅。刚才我就听到那个我和你特别亲切，同住地球村，太难听了，鼓励一下。然后呢，小苹果也让我听着特别可爱。咱们的大哥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这样唱是吧？是的，像说话似的。是的。OK，你老人家接着说。大哥可能在我们侗族人来说，可能就是啊。歌养心，饭养身吧，反正是我们大家都普及，可能是把这个侗族大哥提高得很高的一个位置。所有的咱们参唱的人都是侗族人吗？都是侗族人，是我们村里面的村民。哦。我们村长和支书都来。支书呢？哇！欢迎村长。导师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九龙村的村支部书记。刚才男生唱了吗？唱了。我怎么没听到男生部呢？你听到了吗？我听他们是哼哼，嗯，哼鸣，哼鸣。你把你唱那两句专门给他们老师唱一下，都没听见你的声。要发呀，生杀生，当要的对黄。在这里有好多都是家族一块儿的吗？奶奶哪里？奶奶哦，奶奶来了。谁的奶奶来了？在那里。哎，哇哦，在那儿，奶奶在那儿。所以你唱歌是奶奶教你唱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最喜欢奶奶教你唱哪一首歌？你可不可以唱一点点给阿姨听？你们四个人一起好不好？他这个合作的。哎，范贝导，你跟着一起得了。小苹果，你最擅长了。他能唱多少？大人帮唱呢。来，来来来，小苹果吧。我跟你们一起玩。我给你们露一手，要吗？那我们观众帮你加油。走着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小脸温暖。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小呀小苹果，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，天就来到了我，开什么？龙虾吃饱，想尝尝，对吧？下一个。
不是，你还是很亲民。而且我觉得佩岑老师自从你当了母亲之后，是不是看到所有的孩子都有那种就母爱泛滥的感觉？对呀、啊，我以前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，看到小朋友顶多跟他们相处两分钟我就说你好可爱，赶快回去找你妈妈哦。现在自己有孩子都觉得我儿子怎么不长大一点要追那妹妹啊。你想追哪个妹妹？你觉得一四个都得追，命中率高一点。季岩导师，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？活化石，但是我今天在活化石里听见了流行曲，我有一点疑义。我在我的家乡，呼伦贝尔草原上做了一个儿童合唱团，这些孩子他们唱的歌，一定是拿民族语言唱的。当然，他在美国演出的时候，客人们说。我们希望蒙古族的孩子试一试能不能用英文唱美丽的阿美利坚。那一天晚上把来的叫林肯艺术中心的客人们唱得热血沸腾，但是他们首先沸腾的是民族的大歌天籁之声。我跟王二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呢，侗族大歌的这个东西呢，就应该是它的形式感是传承，但是它内容不一定永远唱古老的歌曲，它为了让年轻的人们能够跟他们有共鸣，能够为他们击掌叫好，我觉得可能要进入一点时代的元素，而且它不是主要的，它是装饰，它是局部。任何艺术传承都需要一种想办法能够有这种跟时代能够亲近的方式，我是这么看的。